谁看了鱼了？看了鱼了。散货。散货两条。还有没有？起来了。小宝哥，小宝哥。咋了，妹妹？舅家明天不是要办喜事吗？他干了个汤，水都放好了，让你去抓。说如果你抓不完的话，你明天别去他家吃喜酒了。还有这种事啊？对呀。那行吧，那去抓吧，走，拿装备去吧，走走走走。咱们这个塘啊，放了一夜的水，现在水放不干了。因为那个口子啊，它只能放这么多水，现在鱼水还挺深的，你就拿套网抄啊。好。看了鱼，看了鱼没有？有哎，看到了，还撞我脚了。这个天气有点冷，不好抓鱼了，表妹拿套网抄啊，看到了啊，这边一条鱼搁浅了，你看到没？哪里啊？这一条。水太冷了，手都有点没劲了。散货。跑这边来了鱼。哎呦，我被鱼绊到了。鱼绊到了，捞它，表妹。捞他呀！这里，表妹，你让表哥来抄吧。来，我来抄。我看不到鱼。再不抓鱼的话，明天没鱼吃了。我把棚拉着。撒货！这个大头鱼。大头鱼。大头，大头。大头。撒货！看到没？这条。撒货！抄网就是好使啊！来，表妹。来。哎呦喂！喂喂喂，飞起来了！看不到鱼，看不到鱼，你知道吧？这一条，上来，散货，抄网还是比较好捞啊！散货，还一条，喂，高一点的泥，你看没？没有没有，三十斤这个大头鱼。这边一条搁浅了，看，这里，两条吗？哎呦，上货，还有一条呢。